受的哟。嗯，八秒。粉丝都不满意。上缆车要一直擦，擦个几下到山顶，它就差不多亮。可以先走一段路啊。还不行啊，走远一点。还不行啊，你这样要推呢，要推呢。可以吗？
会点点。我这样有干净吗？干净的。干净吗？干净。好像现在雪又是松松。好冷，好冷啊！刚刚很热，很热，现在好冷，手很冻，手很冻。我手握拳一下。剩多少？200后吧，还有多少？不去，反正最近就是要烧，最近就是要烧用掉那些姜。你看，你买那瓶辣椒酱永远用不掉。我还为了他买了河粉，但是还没有找到汤底可以当河粉汤底的。如果有那个酱，我应该就可以吃河粉。嗯，应该是汤底哦。陈设师姐有现成的。河粉汤底，是啊，那就只是汤底，他没有给河粉嘛？因为我们其实他是都有啊，那这样还是不够。自己 double 河粉，其实我们家附近陈陈石井有点远哎。我觉得一定有别的什么店可以，还是其实你鸡汤加柠檬就是河粉底耶。觉得好像是鸡汤，哇，鸡猪混合，对，比较足。它那里有那么粉吗？你看左边，动不了，有这么夸张？它很树里面哎，因为它太那个太边边了。好冷哦，我去。手套拿出来戴啊！手套拿出来戴也可以啊，你自己可以抓好吧。好难受，你看握不住。你等我一下，两手都脱掉了。我抓住两个棒棒。对，你自己的也要抓好。我自己的都勾在上面了。一只而已。先穿好，还是要一起穿？要一起穿。这个就是为了太冷的时候先穿一层用的，不错吧？已经它已经没有滑手机的功能了，也许勉强还可以。没有它已经不行了，完全不行，试过了都不行了。很冷，保存期限只有一年，好烂。我那时候想说买 North Face 会不会就可以撑比较久？对吼，那天你在订那个迪卡，这是迪卡侬的，但是就是不好了，很低。无敌。无敌。s
手背两边厚。这样会比较不冷，因为我刚手很冷的，很难受。嗯，现在好一点。嗯，我放开了。上课一次，嗯，自己订两次，那就三次。哦，因为我们订到一次8000多，一次10000，对不对？对啊。还有没有其他的？我忘记了。没有，三次很多的。我有同一个滑雪场去超过3次的。梅子也是啊。梅子，等一下我都会再去吗？上课也有一次。起雾了，头好痒啊！头里面痒痒，为什么头痒痒？这头痒。你光那块还有？我不懂，你先过一下脚板，一下就不懂。它的空板好像也比较宽，松雪板。没有很雾啊。走了。
你跟得很快啊！你看我，你有看我刚在一直抖吗？抖什么？上下抖啊，让它前进。上下抖，然后身体朝后铲，这样。好了，差不多要脱了，脱了，好了。老长姐啊！刚这样一路滑，我正面就积了这么多雪啊！我这个雪裤是怎样？粘雪材质的，会粘住雪。其实，我们可以从那边切到右边吗？不要啊！好啊。没有啊，都是在下面切下面啊。绿的右边，你的都是雪，我的都是啊，粘满的。刚经过，对，我的嘞。OK， 先去右边，然后看什么时候切回来。右边，我现在不要再滑右边了。哦，不要，哦好。右边很累，我不要了。好好好 ，OK， 那就左边。对啊，我才不要右边，比较累。你要右边，你右边，你再切回来。不用啊，我这边也可以练啊。神经啊，还右边，你是要我摔死吗？一开始安全不是吗？手还是动的，但手套没有好，还是很重。我没有要啊，我以为你要不同的路。啊，这边不能走不同的路吗？我不知道啊，因为刚刚那样子一直下，不就是接回那个绿线吗？对。对啊，就是这样。好啊，就这样了，没关系，这条路就已经够松了。撑着点。我不是在流鼻涕。好了。我来观察舅舅。你要怕我摔吗？加油，盯住就可以停下来了。平滑，西正，进来了。太慢的时候，板子稍微朝下一点。平滑，稍微慢下来了，稳住了。下一个平滑。这样，你说什么？右边，可是我看他都有棒棒哎，算了，我们就走这个。哎，你是说那边会不会不一样啊？我不知道呢。没有啦，我是说会，刚刚下你走右边，是不是有办法
那一个那一个好像有一条线，不知道有没有钩子。对啊，你要去你还来得及。我没有要去啊。直滑，用八字滑滑看，直直往下，两只脚享受不同的跳感，就一直直滑，用八字就可以了。插进雪里，直直滑。这样你会觉得从这边好看吗？啊？不会啊，也很好玩啊。八字八字往下滑，直直滑很漂亮，而且你可以两只脚上上下下上上下下。还有力气的话可以再来啊。
就不要了，因为第二次可能会比较累。就不不不，滑回去就好了。不要觉得可惜，留得青山在。到底了还要坐上来，你就要赶，算了，这一次就不急。你真的要体会那种感觉，你等一下往右边，下面那边往右切。啊？我没差了啊，我已经够了。对啊，你应该也累了啦。我们到底几点出发？一点出发吗？什么意思？欸，不，我们是十二点下来的吗？差不多吧。好吧，还是走了，还是走了。哈，啊，就是没有，我不要。你也是问着过啊，都问着那样子，好像是你很想。没有啊，我并没有。那当然，我脚酸了啦。对啊，一定酸的啊。这个很抖的，很焦一酸。对啊，抖啊抖。休息够一下，再慢慢滑。要休息嘛，对不对？不赶时间，时间很多。啊？上缆车？就是因为我是九点然后上，不对，我们十二点之后完全没上缆。哎，欸，我哦有上一个缆车，对啊，时间是够，但是体力不够啊。体力不够啊？啊？体力不够啊？我的体力现在只是还好，但是我不知道，因为这距离那么长，会不会滑到一半就觉得好累好累，对啊，所以就以安全为主。对啊。是到了，真的不要。那就也只是滑一次绿线。啊，绿线？还是你嫌绿线反而比较麻烦？好，先走再说。到底也许你就后悔。
长的。对了哈。不会，因为我这种是那种一直换的滑法，我那种滑很长的我才会装。很长的。就是这样，很多。你说斜切很远的。哦，那种滑。原来是撑不了那么久。啊，顶多可以再滑一次。废话。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你现在是凹城吗？你是我拍照的地方是吧？在这啊，就是这里了。35已经只剩25分钟了。对啊，算了，不要了啦。真的吗？脚酸了，左脚踝酸了。啊？我觉得可以。啊？因为刚刚我是在上个很上面刚下来的地方看是27，八分钟就下来。真的吗？你要你想滑再滑。嗯。哎。看你啦。那我不用了。啊。对啊，这只是多滑。多滑一次这个而已，累了。
最后一趟都省略比较好一点，就是不要再加那么最后一趟，除非行程很短。而且这次要喷很久啊，要喷半天，时间都拿来喷它了。先喷头上，过来一点。不要喷到摸破的洞哦。不用喷它。哦，你就抽我耳朵很痛是？我会聋。好了。好，这样就好了。看头顶。看头顶，头顶没有。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好，那我的嘞，我的背包。其实我要看一下。没关系。没有写进来就。裤子都没什么穿到，
喷出来啊，就它还是躺在里面。对啊，但是就是还是有帮忙很多。你走吧，你走吧。你觉得他们上面螺丝洞很好听？啊？他们上面螺丝洞。喷什么？哦，我用过那个。你用什么？我用过里面的洗发水。哦。这都洗吧，不要再套回去了。对啊。怎么了？好像是要跟我讲话。摆着，先摆着。剩下的体力就是要拉行李去爬坡，然后拉行李可能要再去走，所以就要省下体力了。还有背包里还有，这里还有两个。那我就用了。没有用。你用啊，你现在穿的多好，你肯定不懂。你为什么难道不吃吗？刚喷它。那这个没有关机啊。那你关了。怎么关？先按上面。按上面，不是按这边吗？哦，你是说停路没有关机啊？对啊，摸一下有没有？我也听到。